好的，各位早安。今天为什么要拍片呢？然后因为呢，今天是我人生第一次当证婚人，对我的好朋友，我的好 brother 李怡博今天要登记结婚了。然后今天他请我来当他的证婚人。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来南港户政事务所来帮他登记结婚。为什么要拍这个影片呢？因为其实我昨天有查了非常多的影片，想要知道一下证婚人这个证婚仪式到底要花多久的时间。现在就来帮大家测试，好吧？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证婚到底要干嘛。目前呢是早上10点，然后我看等一下的流程结束之后会花多少时间再来跟你们讲喽。好的，他们现在第一阶段呢来到户政事务所，先填登记的资料。恭喜！谢谢。来，为什么今天会找我？我也是蛮好奇的。我老婆刚刚说，我老婆刚说，因为找你也希望你快点结婚，找到理想的对象来冲洗，是不是？嗯，对，算是一个好彩头。对，可以耶。我在晚上在想说，好像这样蛮冲洗的。因为我那时候心里也是想这样。你一开始就想找我吗？其实我第一开始有三个人选。谁？我跟谁？还有我另外两个朋友，你不认识。对，那主要是毛毛吧。对，毛毛是其中一个。那主要是我也是按爱情运去排成的。毛毛是毛毛是前，没有，你不是水茶，还有另外一个是单身汉，也是对。还有另外一个你不认识。还是干脆就交往算了。你说我不是还想？不是啊，我说跟那个另外一名的。我觉得他可能，但他应该不是你的。对。好了，反正我就觉得今天蛮开心的。我刚刚今天我9点就爬起来，我很怕睡过头。有听到现在感觉声音还没开嗓。哎呀，对，祝你新婚愉快。谢谢。我想说要亲一个吗？我像一个告别亲。然后先跟大家讲，因为这个影片呢可能会非常的短，因为我今天也没有打算要就是记录的非常详细，就是只是今天很简单的告诉大家来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到底要花几个流程。对，第一个流程目前在填资料，然后我等一下填完看他们要干嘛。这边就是看起来是等一下可能要来拍照的区域了，就是这个结婚小区域。好的，我发现今天是好日子，今天非常多人来结婚。我老婆来，今天很漂亮。今天很酷穿。没有，其实他先穿我，我其实后来不知道穿什么。你干嘛尴尬？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网路上认识。我是网友。啊？网友可以结婚？可以啊，就从今天开始，是一个非常甜蜜的范本。告诉大家。你说 IG 吗？嗯，对。IG？ 对。谁主动的？当然是我啊。你主动密他？嗯。怎么样？会。为了幸福要主动一点，知道吗，男人们？可是你们交往多久？快2年。哎、欸，对，你们哇，好稳定哦。会稳定到我离开人世间。李一博真的是我们朋友圈中第一个结婚的人哎。是，其实很意外。没有朋友结婚哦。有，可能也有前同学那种也有，但是以出道朋友你是第一个。好像是哎，很棒，我觉得。我以前觉得你根本不会结婚。以前是就不要对老婆面讲。好啦，我们就是今天是记录李一博已经脱离了单身了，对，不需要有 kiss goodbye， 以后就只能玩人夫了。我感觉是一种诀别之吻，诀别之吻呢、啊，就是想说好，你就是不是。男生 ，OK， 我再帮你介绍吧。对，好了，至少幸福啦，真的要幸福。谢谢你。来吧，我会拍到地址。等一下基本资料我要把它码掉，什么身份证那种。我只有拍到我而已。OK， 我拍到。郑凯，来接后超清楚。
Oh my god！ 哎，字还蛮好看的。我是证人，第一次看你写字。好的，来到柜台呢，其实准备两个东西给柜台就好。第一个呢是身份证，第二个呢是户口名簿。然后等一下交给姐姐，就可以开始在处理登记结婚的流程。对，然后目前呢是10:20，速度还蛮快的，所以就看一下到底。会办多久？好的，跟大家讲一下流程，就是到柜台之后呢，给他身份证跟户口名簿，然后之后呢，他就开始填新的户口名簿嘛，因为要增加朋友来跟办新的身份证。这两个花费大概是160块钱，就是两个人160块，所以非常便宜。然后拍完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做新的身份证，然后。等他制作10到15分钟，然后就可以、拿到新的身份证了。然后整个流程目前来讲，应该是在50分钟以内会完成。对，那如果比较没人的话，可能可以缩到35分钟左右。对，目前是40分钟，然后加10分钟的身份证是50分钟。好，刚刚的结婚证书、结婚专栏，就在这边拍照。好脑洞啊！感觉骂我。你有一定要什么尺寸吗？1:1？没关系，都可以。好老公。我有拍的，那亲一下。耶！恭喜耶！小赖，谢谢你。结婚成功。谢谢。今天整个时间大概花费了，好饿。整个时间大概花费了50分钟左右。50分钟吗？对，非常的快速。然后恭喜两位。好，你们结婚我一定会到，好不好？好，你说走。对，请不要放在特别的时间。31号。开心。